专家的指挥领导之下，团员发挥合作的精神，担任平常时认真练习的成果，带来一场真高水准的音乐演出，让民众是听甲真入迷。很感动，我觉得我们南投有这管弦乐团真的是 很了不起的事情。在南投就是有这个乐团，然后我觉得可以让更多南投认识古典音乐这样子。一首又一首精彩的歌曲，让大家享受音乐的美妙。这个交响乐团成员大多数是无力在地音乐老师和学生，无大企业的赞助，只是地方一点点事公公来做，希望提供学音乐的囡仔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就很兴奋。可以跟大家一起，可以一起共享音乐，是非常用心，而且老师也不会辛劳啊，从各个地方啊来到埔里来教导我们。那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开始，是我们觉得是值得欣慰的，也值得鼓舞的。最先亮点的一个艺文活动的一个乐团表演哈，非常的精彩。我也非常感动哈。透过演出《玻璃 Butterfly 交响乐团》，若要甲对音乐热情参加一人分享，嘛希望作为对乡土、对自然心态保护一种宣传。我们民间跟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哈，我们希望把这个乐团能推展到我们国内各县市甚至各乡镇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蝴蝶呼吁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大使哈，那甚至把这样的一个山城美妙的一个弦音我们把它传播到我们全国各地。三角团今年才独成立，不过表现得到大家的学乐，伊嘛希望会使坚持落，让更侪有音乐天分的囡仔有机会学习发展家己的兴趣。记者刘怡欣采访报道。